用尽力气使劲踩，看似无用的烂泥巴可是大有用处。郑可是正在制作用来修复古厝的头杠，小心翼翼将泥巴放进模型中，经过好天气的曝晒后，就成为一块块的头杠。头杠就是咱即马就是讲，按个贴起来了吼，伊会抹下砖土，伊种老胖就是咧做即个胖物件，就是可以凝固，可以变讲会扎。啊，佫是上面就是讲，咱咧头杠落硬了吼。会变烂落去对无？烂落去，即平就是讲，像即土，甲破平就对啊。啊，甲一贴去安尼。透过传统工法，用土、水、泥巴、牛粪、黑糖所制造出的头杠，不仅修复了郑家古厝，也再造并活化东里家风。